自由时报三 C 频道六十秒重点新闻速报。外媒公布十五款手机电池续航力实测排名，摩托 G7 Power 第一，华硕旗舰机 Zenfone 6拿下第二，而排名第三的是三星中阶入门机款 A20。iPhone 年度最佳应用与游戏榜单出炉，摄影类的 Spectre 相机获选为最佳 App， 最佳手游则是光遇冒险游戏。Google 年度最佳 App 榜单公布，台湾睡眠小镇荣登冠军宝座，更被全球15个国家获选为最佳自我提升应用程式。华为取消 Mate 30 Pro 台湾上市计划，因供货问题所致，针对已参与新机预购活动的用户，将于12月9日推出退款回馈方案。索尼全片幅无反单眼相机跃居市占第一，11月份在日本市场创下高达 38% 的销售市占率，超越 Canon 与 Nikon 两大劲敌。更多新闻都在自由3C科技频道。